道人在信中称赞你既出手果断，意志坚毅，又能心怀法簪啊，这法簪既然能感应到天地间的游散灵气，化为魔物也就是逃不脱的命数。我们不能再让这魔物危害附近的生灵，前去消灭它，给它一个解脱吧。你就是来剿灭无头骑士？云哥，真的是你？看来是这些怪物原本极恶，然而这些都需要你有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
看来你已经突破。恭喜你掌握了精炼武器的。一起看看怎么学技能吧。技能界面的入口，这次就让我来决定。好的话，技能都提升了。点击按钮，关闭界面。非常好。知晓了你在阻挠，因此他为你提供了一次机会。天意至此，在你踏入这片圣地之前，你的选择值得深思。但无论你怎样选择，你的选择值得深思。但无论你怎样选择，修真之路没有是非正邪，修真乃逆天而。无论是正道正仙，还是舍身入魔，都必定。我已知晓你的命格，前往九眼城。世事看似平常，一切皆有因。想要收服异变的圣兽，你必须先学。
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闯入天宫圣殿？